ちゃんネットスクール新平日本語クラスへようこそ。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14课ことわざ谚语的绘画部分。绘画部分呢是由若干个小绘画来组成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段绘画呢是发生在两个学生之间的绘画。男子学生他说，两个学生之间的绘画。男子学生他说，ねえねえ、驚いたよ。喂喂，真让人吃惊。这个ねえねえ是来招呼别人的，喂喂，比如说，喂喂，听着，ねえねえ聞いて，你听我说啊，这样的意思啊。驚いたよ，我非常吃惊啊，吃惊的事情是什么呢？来学の新しい学習委員、李さんだってさ。下学期的学习委员竟然是小李。え、本当？え、真的吗？なんでまた彼に？なんで表示的是为什么？また表示的是在。后面有一个しらはの山が立つ，它表示的是从许多人中被选中的意思。しらはの山が立ったわけ？わけ就是说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又选中了他呢？もめてたらしいけど，もめる它指的是发生争执或者是纠纷，那这里呢指的是据说有争议，但是呢結局は先生のするの一声だって。だって表示的是听说，听说呢有争议，但是呢最后还是老师一锤定音了。なるほど，原来如此啊。先生リさんのこと気に入ってたものね，老师的确一直非常喜欢小李啊。这一段绘画中首先要来看的是しらはの山が立つ，表示的是从许多人中被指名被选中的意思。例如君に来シーズンの監督としてしらはの山が立ったそうだ，你好像被指名为下一季度的导演。什么什么として作为什么什么，后面加しらはの山が立つ，就是被选中作为什么什么的意思。第二句，彼に外務大臣のしらはの山が立った，他被选中担任外交大臣这个职位。我们接下来来看もめる这个单词。もめる用日语解释的话就是ごたごたが起こる，发生了一些纠纷。例如会議がもめる，整个会议呢大家都争执不休的意思。ここ数年もめる相続の相談が急増しています。ここ数年指的是近几年。もめる相続の相談，もめる指的是处于一种纠纷的状态。相続の相談指的是关于遗产继承问题。这句话是一位律师说的，近几年关于遗产的纠纷案件数量在增加。もめる也可以表示心神不定，例如気がもめる，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好，因为老师呢非常喜欢小李，所以呢他选小李做新学期的学习委员。つるの一声指的是权威者的一句话，一锤定音。能一锤定音的人呢通常是比较厉害的。来看一下例句。一、議長のつるの一声でようやく案がまとまった，主席的一句话终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了。第二句，社長のつるの一声で方針が決まった，社长的一句话决定了方针。あの球団ではすべてがオーナーのつるの一声で決まります，那个棒球俱乐部凡事做任何决定都是以这个 owner 指的是拥有者，就是老板，老板来决定的。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 好き 和気に入る的区别。
ski 它是一种 継続した状態，就是说喜欢这个状态，它是具有连续性的。而気に入る的话可以表示在某个情景下产生的一种比较喜欢的感觉，所以翻成中文的话，好き可以翻成喜欢，而気に入る我们多翻成的是中意。我们来看一下例子，比如说我比较喜欢喝酒，酒が好きです。这个呢是我一直的一种爱好，对吧？或者是音楽を聞くことが好きです，我喜欢听音乐。而気に入る的话，比如说你去逛街，然后你没有看中的东西，你就可以说気に入った品がな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词用在人身上的情况。見合いの相手が気に入る，你去相亲的时候对对方非常满意，这个是指当时你的那种感觉，哎，我看中了他。但至于你会不会喜欢他，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呢，就不知道了。然后课文中老师对小李中意也是用了気に入る，比如小李学习成绩好，人比较机灵，所以老师喜欢他，这种感觉和我们说的男女之间的喜欢是不一样的。另外除此之外呢，好き这个词它除了喜欢以外呢，它还有一个我们平时会接触到的，比如说随你的便，好きにしろ，这里的好き呢指的是勝手。我们来看第二段会话。班長ダメです、私にはそんな大役は務まりません。班长我不行嘞，我担任不了如此的重任啊。班长说，大丈夫よ，没关系的。何事も不管什么事情都是案ずるより有無が優しい。这个谚语表示的是百思不如一事，想想难上难，做做却简单的意思。所以やってみなければわからないじゃない，如果你不试的话怎么知道行不行呢。やってみなければわからない，レバ变成了リア，是一种口语上的一种简化。继续来看这个学生是怎么说的，他说でも僕，那么我的话，他用了一个石橋を叩いて渡る性格なもので，但是我的性格是比较小心谨慎的。石橋を叩いて渡る，它指的是叩石渡桥，就是这个桥其实已经非常的结实了，但是呢我还是要敲一敲看看，哎，牢不牢靠，然后我们再往前走，是这样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意思。那班长说了，叩くのはいいけど思い切って渡らなければ前に進まないの、さあ頑張って。敲是可以的，但如果不下定决心过桥的话，那就无法前进了，努力吧。大役指的是重任、重大使命、重要角色，可以说大役を果たす，完成重大的使命。那如果想说在电影啊或者是一些演劇话剧方面呢，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就可以说大役を振られる。这里案ずるより有無が優しい，我们来看一下，它表示的是百思不如一事，想想难上难，做做却简单。来看一下例句。1、いろいろ受験について心配しているけど、案ずるより有無が優しいだから。我呢担心考试，觉得哎呀这考试不过会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呢还是百思不如一事。第二句。案ずるより有無が優しい。この言葉座は人生において何度も実感することが多い資源である。百思不如一事。这个谚语呢在人生中啊何度も実感することが多い。就是说我有好几次都深感这个谚语它的意义。它是一个至理名言。石橋を叩いて渡る这个谚语。它表示的是小心谨慎。来看例句。1、あの人は石橋を叩いて渡る人だから絶対失敗はないだろう。他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所以应该不会失败的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会话啊。学生 A 说，李さんは頭が良くて日本語も得意なんだ。今、英会話も習っているんだって。小李他非常的聪明，
頭が良い。日语也非常好，日本語も得意だ。现在呢还正在学习 英会話，就是英语的口语。学生 B 说，英会話もマスターしたら鬼にかなぼうだね。那如果小李他把英语口语也掌握的话，那真是如虎添翼了。鬼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把かなぼう给了这个鬼，就叫如虎添翼的意思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master 这个词。master 的第一个意思指的是主人、老板，或者是指的是硕士。例如 bar のmaster 酒吧老板。它的第二个意思是精通、熟练。例如フランス語をマスターする，精通法语。再来看鬼にかなぼう，它指的是強いもの，非常厉害的人。さらに良い条件を得て強くなる，强者更强。来看例句一，彼が監督をしてくれれば、僕らのチームは鬼にかなぼうだ。我们这个队啊，本来就挺厉害的，如果能请到像他这样的教练的话，那真是如虎添翼了。その上、英語を身につければ、特派員として鬼にかなぼう。就是你是一个特派员，对吧？你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你的英语又非常非常的棒的话，那就是如虎添翼了。我们来看第四段绘画。第四段，学生 A 说：“いいパソコンを買ったんだけど、うちでは誰も使えないんだ。”我呢买了一个很好的电脑，可是呢家里人没有人会用。学生 B 就说：“もったいないね，真是太浪费了。”宝の持ち腐れだね。宝の持ち腐れ指的是抱着今晚挨饿，或者是叫做怀才不遇。首先来看もったいない这个词，它可以表示浪费。例如，食べ残しを捨ててしまうのはもったいない。把吃剩的扔掉太可惜了。或者もったいない可以表示过分的好。例如，下戸にはもったいない酒。对不会喝酒的人来说是好的过分的酒。もったいない还可以表示不胜感激、不胜惶恐的意思。例如もったいないお言葉いただく、沉闷过奖。先生に見舞いに来ていただいてはもったいない、让老师来探望可真不敢当。我们再来学这个宝の持ち腐れ、怀才不遇、空怀至宝。例如一、いくら高価な洋服を買っても着なければ宝の持ち腐れだ。这是我们女孩子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通病啊，就是买的时候特别高兴，买了，买完以后呢，发现哎穿不出去，所以呢就放在衣橱里面。不管你买的衣服有多贵，如果你不穿的话，那就是浪费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五段。学生 A 说。バイトの金が安くて全然貯金ができないんですよ。バイト指的是打工，打工的工资很少，所以呢完全没能有积蓄。学生 B 就劝他，チリ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る。积少成多，灰尘如果堆积多了也会变成一座山的，这样的意思啊。积少成多嘛，所以毎月100円ずつでも貯金したらどうですか？每个月攒100元怎么样呢？チリ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る。它指的意思是どんなに少しのものでも積もり積もれば山のようになる。积少成多，我觉得学习语言或者学习单词的时候是比较好用的。毎日5個ずつ単語を覚えてるんだ。チリ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るってね。每天呢我在记五个单词，因为积少成多嘛。一円でもいいから貯金するよ。チリ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るからね。即使有一日元也把它存起来吧。积少成多嘛。円和我们的 gain, 它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啊。gain 就是人民币，円 就是日本元。日本的钱币大到面额一万的，小到硬币一日元的。这些呢都是在流通的。所以我们一般比如在那边留学的话，会有一个大钱包放纸币叫札子，会有一个小的钱包来放这个 coin, 就是硬币。我们继续来看第六段啊。学生 A 说，
大学受験のために一生懸命勉強したけど、入学してから全然勉強しなかった。もうすぐ試験があるから心配だな。为了高考而拼命努力过，但是进了大学以后呢，就完全没有学习。马上就要考试了，所以我非常的担心。那么学生 B 就开始说他了。のどもとすぎれば暑さを忘れる。だね。好了，伤疤忘了疼。ずっと勉強を続けていればよかったのにね。如果你一直坚持学习的话，该多好啊。这个のどもとすぎれば暑さを忘れる。如果用日语来解释的话，就是苦しいことも過ぎてしまえば忘れ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す。我们来看例句。1. 困っているときは散々世話になっていたのに、喉元過ぎれば暑さ忘れるで、今では知らん顔だ。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责怪他的时候我们这么说。你非常困难的时候呢，很多人来照顾你。但是当你现在不困难的时候呢，你却是一个西兰卡哦，就是装作一副不认识谁的这样一个样子。来看第二句，受験が終わってしまえば、喉元過ぎれば暑さ忘れるで遊んでばかりいる。这个呢，很多人都会犯，考试周的时候拼命学，那一旦考试周过完了，就开始遊んでばかりいる。皆さん、練習の時間ですよ。
女の人が電話で話しています。女の人は住所変更のためにこれから何をしますか？もしもし、こちらは AB 銀行ですが、田中薫様でしょうか？はい、そうですが。実は先月お送りしたお知らせが戻ってきたんですが、ご住所は変わりましたでしょうか？あ、そうでした。すみません。引っ越しをしたので住所の変更をしなきゃと思っていたんですが。そうですか。よろしければこのお電話で住所変更の受付ができますが。そうなんですか。銀行へ行かなくてもいいんですか？お知らせの宛先の住所変更はこのお電話でできますが、カードをお持ちですね？はい。そちらの住所変更も必要でして、それは銀行で手続きをお願いしたいのですが。え、やっぱり行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ね。カードを作った銀行は今住んでいるところから遠いんです。郵便で手続きはできませんか？またはメールとか。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もお近くの AB 銀行支店で結構ですので。あ、そうなんですか。あ、その際にはハンコをお願いします。受付は月曜日から金曜日までの9時から午後3時までですので。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女の人は住所変更のためにこれから何をしますか？我们来看第七段会话。女学生说，ねえねえ、班長から会議の記録をまとめてって頼まれたんだけど、この言葉どういう意味かわかる？辞書引いてもよくわからないのよ。班长让我来整理会议的记录。这个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呢，查了字典还是不懂。男性学生他说，そんなら，这个そんなら他其实就是说，如果是那样的话，班長に聞いた方が早いよ。你直接去问班长不就好了吗？聞くは一時の恥、聞かぬは一生の恥だよ。这个呢，我们学过了啊。求教是一时之羞，不问呢是永世之耻。那女孩子说了，だってもう2回も聞いたのよ。但是我已经问过两回了。ほら、仏の顔も三度って言うじゃない。不是说事不过三嘛，忍耐是有限度的嘛。就是他如果再去问这个班长的话，这个班长可能就要爆发了，对吧？我们来学这个仏の顔も三度。他的意思是说，どんなにおとなしい人でも嫌なことを繰り返しされれば怒り出すということだ。不管这个人他多么的老实，多么的好相处，如果这样反复的去让他做这样讨厌的事情的话，他也会生气的。比如说，仏の顔も三度と言うから、これ以上の借金は頼めない。事不过三，不能再去借钱了。我们来看第八段。学生 A 说，聞いた、長明さん、来月いっぱいで退学だって、自分で会社を起こすらしいぜ。他说，听说了吗？张明下个月要退学了，好像要自己开公司啊。先生，
すごくショックを受けてる。据说老师听了真是大感意外。然后他用了一个東大モノクラシだな。東大モノクラシ指的是远明近暗叫当局者迷。だってさ。说真所谓丈八灯台照远不照近。越近越看不清啊。然后另外一个学生说。へえ、チョウメさんってそんな力があるように見えなかったよな。我没看出来他竟然有这样的能耐。真人不露相叫ノーアルタカワツミオカクス。真是真人不露相。在这一段话中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いっぱい。いっぱい可以表示全部，例如一。精一杯頑張ったから後悔なんかはしない。因为我已经尽力了，所以一点儿也不后悔。你この次の試合には力いっぱい戦うつもりだ。下一次的比赛，我可是要竭尽全力的拼了。三、今週いっぱいでこの仕事を済ませるつもりだ。仕事を済ませる表示的是完成。那么这句话表示的意思是，我打算这个星期把这项工作干完。いっぱい作为副词，它的第二个意思是表示数量很多。例如一期。目に涙をいっぱい浮かべていた。眼里充满了泪水。に、日曜の南京路はいつも買い物の人でいっぱいだ。星期天的南京路常常挤满了买东西的人。三、部屋が本でいっぱいになっている。屋子里堆满了书。第三个用法是表示极限。例如一期。これでいっぱいですから、値引きはできません。这刚够本、不能再让价了。に、時間いっぱい寝ている。睡到时间睡足为止。三、収入いっぱいに暮らしているので、そんなに高いものはとても買えない。我可是算着收入过日子的、买不起那么贵的东西。下面呢，我们翻到第357页，我们来做一下课后的练习。第五大题的第三小题，用いっぱい来完成句子。第一句，この仕事は这个工作かかりそうで，好像会花费什么什么。それまでは他の仕事は多分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因为这个工作可能会花费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个工作完成之前，我可能做不了其他的工作。这里可以用時間いっぱい表示要花很长很长时间啊。第二句，銀行からは从银行借りています。从银行借了很多钱嘛，对吧？それでもやっぱり少し足りません。但是呢，我还是不够。可能你需要1000万，你从银行借了500万，对吧？就会不够。我们这里可以填限度いっぱい，借了能借的上限。第三题。年寄りの私は、の、あの二人に参った。後世恐るべし。後世恐るべし指的是后生可畏。就是我觉得后生可畏啊。参った表示是折服了。我服了他们两个人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在拔河运动，他们两个人跟我们这帮老年人来这个拔河比赛。所以他们是力いっぱいの、あの二人。第四题，微笑みを浮かべていて，脸上露出了笑容。愛想の良い女の子でした。愛想の良い指的是有亲切感，非常亲切的。那这个女孩子呢，她是脸上充满微笑的，非常亲切的一个女孩子。那我们可以说，顔いっぱいに，她整个脸上啊，微笑みを浮かべていて。第五题。寝ていたので、もう少しで遅刻しそうになりました。睡了很长时间，所以呢，差一点就要迟到了。你可以填時間いっぱい，很长很长时间，睡足够的时间。下面来学习ショック这个词。ショック可以表示冲击、震动、震惊。例如、石油ショック、石油冲击或者石油危机。ショックを与える、给予打击。也可以表示休克，例如
出血多量でショック状態に陥る。由于大量出血休克了。在这段话中呢有两个谚语。第一个是東大元暮らし。它指的是远明近暗当局者迷的意思。例如あの殺人事件の犯人がまさか彼のいとこだったとは東大元暮らしとはこのことだ。那个杀人案件的犯人居然是他的堂兄弟。这件事情真是所谓的丈八灯台照远不照近，越近越看不清啊。另外一个谚语呢叫做ノアルタカバスメオカクス，叫真人不露相。ノアルタカバスメオカクスというが、彼女があんなに英語ができ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真人不露相，我没想到他英语那么好。我们再来看第九段绘画。学生 A 说なんだか今年のサッカー選手はみんな50歩100歩で個性が感じられないな。50歩100歩指的是50步笑100步，指的是大家都差不多。我好像觉得今年的这些足球选手好像都差不多啊，没有什么个性啊。学生 B 说哎，私もそう思います，我也觉得是这样的。体力も技術もどの人も同じようで，不论是体力上还是技术上好像都差不多。まさにどんぐりの背比べ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よね。どんぐりの背比べ，它指的也是半斤八两的意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ごじっぽひゃっぽ，指的是少しの差はあってもほとんど同じである，有一点点差别，一个是50步一个是100步嘛，对吧，但是呢其实他们都是差不多的。例如どの商品をとっても50歩100歩だ，不论是哪一个商品他们都差不多。第二君たちは自分の提案が最高にい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けど僕から見れば50歩100歩としか思えないけどね。比如你是老板，开会的时候下面的人呢提了很多提案，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提案非常非常棒，那么你就可以说这句话，你们都觉得自己的提案是非常棒的，从我的角度来看呢都是差不多的。再来看第二个谚语叫做どんぐりの背比べ，半斤八两，没有特别出挑的。例如今大会の出場選手はどんぐりの背比べで優勝候補と呼ばれる選手は不在だった。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比赛，就可以说哎，现在出场的选手呢他们都是半斤八两的，因为呢有一个很厉害的叫优秀候补，就是说大家很看好他的，觉得他会拿到这个优秀的人，他呢不在，他现在不在，所以剩下的呢都是水平差不多的人。在这个どんぐりの背比べ前面有一个まさに，まさに它可以表示确实的确。例如彼こそまさに私の探している人だ，他才正是我在寻找的人，也可以表示的是将要即将的意思。例如彼はまさに水中に飛び込もうとしている，他正要跳进水里。まさに可以表示当然的意思。例如まさに失敗を全国民に表明すべきである，应该向全体国民说明失败了。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绘画。女子学生说 李さん、この間二人で歩いているところをクラスの長さんに見られてたんです。小李，上次我们俩一起在路上走的时候被班上的小张看见了。小李说本当、やばいな。やばい他其实相当于是まずい的意思，说啊，糟糕了。然后女生说やっぱり噂は本当だったのね。火のないところに煙は立たないものね。で、言われちゃいました。后来小张对我说，没想到大家的风言风语是真的。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啊。気をつけよう。壁に耳あり、障子に目ありだからね。那我们要小心啊，当心隔墙有耳。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小李可能跟这个女孩呢，他们在谈恋爱之类的。然后两个人悄悄地在散步的时候呢被别人发现了，所以他们就很担心别人说他们。
在这段绘画中呢，首先有一个火のないところに煙は立たない，叫无风不起浪。它指的是乌瓦桑啊，它只能我那里个理由啊，阿鲁格拉都有过多的事。就说这个谣言会起来，也是因为有一些理由在里面的。来看例句，火のないところに煙は立たぬというから、あの二人が無関係ということはないだろう。都说无风不起浪，他们俩不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榻榻呢，它其实跟榻榻奶是一回事情，我们这个应该理解啊。呢是奈的古语形式。再来看隔墙有耳，壁に耳あり、障子に目あり，就墙上面有耳，然后呢，障子是拉纸门，纸拉窗，这个呢也是有眼睛的，说明要十分的小心，你的话可能会被漏出去啊。来看一下例句，壁に耳あり、障子に目ありよ。会社の中で社長の悪口なんて言わない方がいいわ。比如说你在说啊，这个社长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你的同事就劝你了，说哎，嘘，不要说，隔墙有耳哦。你这样在公司里面说社长的坏话的话，会很危险的，还是不要说了。以上呢是我们对第十四课ことわざ的绘画部分的分析和解释。皆さん、練習の時間ですよ。こんな難しい問題が解けるなんて、君大したもんだね。1。いや、それほどでもありませんよ。2。本当、大したものですよ。
3. それ、ずいぶん難しかったでしょう。ねえ、聞いた？山田さん、北海道に転勤なんだって。1。え？先月大阪から東京に来たばかりなのに。2。さあ、どうかな？山田さんは聞いてい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ね。3。ええ、そうなんです。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好的、今天我们的课就先上到这里。今日はこれで終わりにしましょう。